Dewi. Unang Dewi, Dewi lah, kau si peng, tapi si tak, kau nak tak. Si peng, tapi si tak, kau nak tak.我们十七十，今天用感谢最济，献上上帝，或者对替凡的谢意愿，十三节，既然用感谢最济，就是应允我紧紧行的人，我要予伊看见上帝的救恩。还佫一位是帖撒罗尼迦第五章，对十五节，还佫八十八节。 五章十五节，金钱不得用歹不卖，就是大家三分开，也是分开正行，就常常对入，记得好，常常欢喜，记得就祈祷无错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个是上帝，也是恁基督耶稣恩典的旨意。 今天大家欢迎上帝，叫咱所读伊个话，咱这时来解答咱今仔日个经句，是免第五十篇十四节，咱用大意先来读哦。你着用感谢最济献上帝，搁对祭坛个下祭坛，咱用欢喜来读。我们要感谢祭献上帝。 都要向施暴者还你的愿，愿上帝叫咱所发的愿，一时何乐，来请圣华队。